呢一只食莲赤颈唔多大屿山麻布坪道引水道，佢视察完一轮环境，发现点样都翻唔翻上路面。消防到场想为佢解困，但系出晒名胆小嘅佢，见人多势众，惊慌四处乱跑咗3公里。外协救援人员带备工具，好似网同埋笼咁到场。仲爬埋落引水道，展开有步赤惊嘅行动。捉到，捉到！终于用咗大约1个钟头，前后包抄，由外协人员用网将只赤惊捕捉。救上路面之后，警员同埋消防暖男上身，不断咁样安抚只赤惊。摸一摸啊，佢又啊！佢左脚擦损，要由外协人员带走治理。